打击轮到是张建明，今天火哥前面也是两个打数还没有出现安打，哇，这一球基尔直接拦下来了，哇，怎么接到的？好像背后有长眼睛一样，他自己都笑了。对，哇，应该要马上看一下重播画面了。今天火哥三次上来打击，其实有两球打得很强劲。不过运气都不好，这一球投手正面的强袭球一个弹跳，吉尔背后长眼睛了，把球给捞进手套里面了。再看一次，这应该是本周一大好球啊！